大家好，我是俊谷，我现在是在广东汕尾自己的家乡。前几天呢、才刚刚有一点点入冬的感觉哦。那么现在呢，又艳阳高照。你看，我穿着一件防晒衣呢，都已经是非常的闷热了，完全就是跟夏天差不多。那么今天呢，趁着这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啊，来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就是这个店小二户外电源的太阳能电池板，来开箱。我要来测试一下，看今天呢、太阳这么晒，看它的充电效果到底怎么样。它里面呢还有一个箱子，这里面应该是一条充电线了。把箱子先放在一边，这样拿着还是挺有分量的。这后面呢刚好是有两个支撑的支架，让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呢是对着太阳的方向，把它连接上。另外一边呢连接在电小二上面，开始充电了。今天的阳光是一阵一阵的，现在刚好太阳呢又被云朵给挡住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充电效果啊是处在阴天状态下的。这是在我家门口做的一个测试啊，太阳比较猛烈的时候呢，充电呢功率是可以达到67瓦。不管怎么样，能够充上一点电呢还是好过没有啊。现在呢准备烧一壶水来喝一下。这是我新买的一个小型的电热壶，它是350瓦的，刚好用这个500瓦的电小二来带一带，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把它插上，打开 AC 键，大概只用了3分钟左右，现在已经可以听到水啊在里面沸腾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沸腾完，刚刚一打开的时候呢，这个电量啊是有88%，现在是86%，可以准备泡茶喝了。这个热水杯啊，在煮完水之后呢，会自动把电给断掉。昨天晚上我在手机上啊，看到一条新闻，就是咱们广东省啊，已经不鼓励团体出省旅游了。当然，自驾游呢，应该是没有受到限制，但是同样也是不鼓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相信呢、有一部分原本是外出旅游的这种需求啊，会被在城市周边的露营活动啊所取代掉。那么对于喜欢在户外露营的朋友来说呢，一套简单便携的供电系统啊还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现在每个城市啊对于野外户外使用明火啊都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像我们这边的规定呢，就是离树林30米以内都是不可以使用明火的。所以呢喜欢露营的朋友来说呢，一套户外简便的供电系统啊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不但可以给你的手机以及其他的电子设备充电，还可以让你在户外啊可以喝上热水，并且呢使用电饭煲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疫情呢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所以我认为啊外出旅行的活动呢会比往年要少，而这种户外露营活动啊会比以前呢要慢慢变多。那么对这个营地的需求啊，我认为呢会越来越多的。据我所知，在广东省以内啊，这种能够提供露营活动的场所啊其实并不多，只能说靠你自己啊在户外去寻找这样的一个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的地方去露营啊。但是在浙江那一边呢，可以让你体验精致露营的这样的场所呢是比较多的，并且呢他们还是收费的，收费也不会说非常贵，可能就是你自带装备进去里面露营呢，大概就是收50块钱一次。然后在广东这边呢，我发现确实比较少，所以呢我觉得啊将来呢
对这种精致露营活动的场地的需求啊，是越来越多的。我们在农村呢、啊，这种能够让你体验露营的地方呢，其实是不缺乏的。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没有那种专业的露营场地来的那么舒适啊，因为毕竟呢，在农村里面呢，周边呢、啊、可能会有一些牛啊，或者是其他的因素啊，会干扰到你体验精致露营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也希望在咱们广东省啊，这种专业的露营场地会越来越多。